那么是大家好，今天有一天就是，我开心啊，终于联系到了几个就是郑州的朋友啊，我的那个印度的朋友，他的老婆是中国人，还有他家有7岁的孩子，他们也没问题的，其实他们手机有电，他们没有那个电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他没看手机呢？他说很长时间没怎么看手机啊，就是陪孩子学习呀，然后呢的作业之类的东西我不懂，他不可能就是两三天就没看，那有可能他有两三个微信吧，那然后呢是我有他的微信，就是他那没看呢，没上啊。因为我们他以前也是那个导游，然后有可能是他给我的那个是工作的那个微信吧，有可能是这个情况了，然后就他联系上了啊，我也没打电话呢，我不敢打电话，我的那个河南的朋友们，我打一点点，一次两次，如果他不接电话呢，那我再不打，因为是打电话的话呢，那就是更费电了。然后我知道是现在呢，在那边呢是充手机也是一个大的事儿，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事儿。我有一个就是中国朋友啊，不是说了吗？那个小龙嘛，然后呢是他手机没有电，都3、4天了，然后呢是他没有电，没有网，什么都没有，他家里就是有水，他说是一楼满。都是那个水，2楼以上就没问题的，所以他没有电，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说是因为没有水，所以冲不上厕所之类的东西，还有呢是也不没有水洗澡之类的，所以他就3天以后出去外面，然后呢是住酒店。然后呢，他说是1个月一天呢是600块人民币的酒店他住了，然后他才有网，然后呢是有那个手机有电，然后他是跟我说的我没事儿，家里都一切都好，有可能他专门去那配那个不花那么多钱，然后呢是需要他手机有电，还有网别的事儿，然后顺路我也找得到他，就是所以我觉得是挺好，两个都已经找到了，还有一个呢，他在印度，他不在郑州啊，这中间就是没怎么联系啊，疫情的时候呢，是他回印度了，然后再不来，我也没联系啊，没什么就是必须要联系的，然后现在就是有郑州的那个谁在的事儿，那我就是手机里面看我，还有那些朋友他们在郑州啊，联系联系他们吧。然后呢是看怎么样情况啊，能怎么样的，能帮忙的话呢，那就是我从这个地方肯定帮不了他们嘛。但是如果那边就是郑州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挺好，一个朋友是特别有麻烦，那个我可以求求那个朋友啊，就是你去帮忙我的那个朋友吧，就是有问题的那个需要你的，那就是他说他不在。那个中国他在印度呢，我说那好吧，其实，在印度那边也危险的，他那边不是有疫情嘛，但是他现在没事儿，那就是以后我不觉得是会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就是大部分人他们都已经打疫苗了，然后运气不好那就没办法，那我们说运气不好，骆驼上面的人也被狗咬的，骆驼上面坐的人也会被狗咬的。因为是运气不好，那个是，就是运气的事儿吧，所以就是都已经联系上了3个，还有呢是春芽，就是那个他，我还没联系上他呢，他家还有孩子呢，就是跟我弟呀一样大，好像是小几天吧，我不会记住这些人家的生日之类的东西，那我还没联系上他，就有一点闹心。还有一个朋友，他不知道他在中国还是俄罗斯啊，我要找他的那个微信都没找到，我不知道是因为中国的名字我不好记住，然后呢是每个人的前面我会写是他是哪个城市的，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好找啊，比如说我去。
那个城市的话呢，那我会漳州还有谁谁谁谁在哪联系，告诉他们我来了，然后呢说我要见面之类的东西。有可能我保存他手机的时候呢，是前面没写他城市的名字，所以还有呢说他中文名字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就再看看吧，如果能找得到呢就是会联系，但是我希望也不是希望，我去知道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肯定没有问题的。就第一天第二天有一点点事儿，以后就政府都就是好好搞定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有一点就放心有一点放松了，然后呢是有一点觉得是还行，所有的人他们都好我能懂啊，就是 我家里人也我们不是很远嘛然后一点点我感冒了，然后妈妈听到我的声音，她说那你身体不好吗，我说是没有还行她就说是我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身体不舒服什么事呢，她担心了，所以我从来不会说是我没有问题我有什么问题直接告诉他们然后就是他们就放心，就是不是大的事上次不是我的那个肺的事嘛，我也跟妈妈说然后呢是因为我都说出来了，所以他们不觉得什么问题第一次然后又去检查了怎么样的我都会说的所以知道了，人知道了是没问题，以后就感觉完全都不一样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好，一切都会好所有的树看看的就是绿死的，如果有里面有问题呢那都觉得怎么回事呢，这些树呢是什么它没有力气呢所以就是有一点力气了这是现在就是有睡，然后呢具体的情况就是他们说是还好了吧没有以前那样的，然后呢现在就是下雨也没什么下，他们说的是没什么下，所以就现在就好多办法了吧一两天就是人都会找办法的，然后这个都已经多长时间了吧所以就很快就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他们的经济工作的事儿呢，那就是这些我们没办法呢，不是我们手里的事儿好谢谢大家，然后我希望就是看我的这个视频呢河南的人呢加油加油加油。